今天呢是我们专门为大家拍的一个成团的一个周年餐，万德曼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，因为我们这一年见证了你们的成长，见证了你们的蜕变，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合作道路上，希望你们也是一帆风顺，然后无论与否 ，RISE 团魂永远在，好不好？谢谢。然后那个，来，我们的礼物来啦！哦，是一个小蛋糕，喜欢吗？可以吗？哇，这个哇，对，你要吃这个？你不是你是自己？我怎么减肥的人不能吃那么多？哎，慢点慢点，我就没有这衣服慢点。嗯，减肥得吃多点。不错，谢谢。是。